老板你好，我要一份战斧牛排。你好，战斧块。是多少钱一份呀？这个是58一份。好的，都原切的。对，这个是哪里的牛肉呀？这牛肉的原产地应该在澳洲的。哦，哎，你这个牛排怎么是在这种铁板上的呀？我看其他地方都是在那种圆盘上的。因为这样子的话熟度比较好控制，铁板的话它是热的，你要轻松熟它基本上出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成熟了。哦，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对口感要求比较高的人一般他都所以说就用这种比较好。好的，这个是黄油。哦，更香用。嗯，这是迷迭香。嗯，鸡蛋煎一边还是煎两边？一边吧，那边很严，不然鸡蛋没味道。约什么啊？要几分熟？七分吧。七分啊，好的。这不会少点吗？不会的。这是加了什么呀？这加了白兰地，让增香用。牛排嘛，当然是要这样吃才过瘾了。